家好，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关心市政坐回来，我是主持人蔡小君。炎炎夏日到了，能够跳进水里玩水真的是人生一大乐事。近年来基隆市呢推出了很多很棒的水上运动还有水上活动，但要怎么玩又要能保持安全呢？我们为您邀请到三位来宾要带大家来深入认识哦。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是我们的基隆市消防局局长陈荣辉陈局长。主持人还有各位观众大家好。局长好。是，非常高兴来参加我们关心市政坐回来这个节目。局长好。第二位呢是我们基隆市教育处处长林助理林处长。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处长好。第三位呢是我们国立台湾海洋大学的体育教育组我们的教授曹孝章曹老师。主持人好，跟各位观众来宾大家好。好，在进入今天主题内容之前，要先带大家来看我们的市民有问必答单元。这个单元呢是开放给所有的市民朋友，只要您对市政建设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提出来，我们都有专人为你解答哦。现在就来看这礼拜的市民有问必答。仁爱区陈妈妈询问：今年教育处有什么暑期水域活动呢？如何报名啊？基隆市教育处回复：今年基隆市将办理两项特别的区域水域体验推广活动，分别是八斗高中的浮潜体验营及建德国中的海洋独木舟及 SUP 体验营。有兴趣的民众可以直接向承办学校报名哦。另外，我们特别针对暑假提供各校游泳池入场券的优惠活动，今年度不需要持任何证件，欢迎大家踊跃前往。另外，在海域活动办理的部分，7月11日到7月15日分别开办了9场的夏日亲子独木舟体验，6月25日也配合端午节举行划桨及龙舟等趣味竞赛哦。基隆市政府一直致力推广水域休闲运动风气，希望能够利用相关的亲水体验，提升基隆地区学生水域运动的技能及培养终身运动的习惯。中山区许妈妈询问：听说今年教育处有示范国高中毕业生校校体验独木舟，请问这是什么活动呢？教育处回复：基隆市政府教育处研拟体育发展计划，筹划基隆市运动城市记忆。因为基隆市是海洋城市，市府期盼每位国中高中的毕业生在毕业之前必须有共同的记忆，所以教育处择定独木舟，让学生体验海洋运动，也让学生有一个共同的城市运动记忆，一想到基隆就会是海洋。中正区王先生询问：今年龙舟嘉年华取消办理，听说教育处有办理龙舟版的体验，让民众来感受不一样的端午划桨乐趣吗？教育处回复：是的，今年因应疫情的关系，避免过多的人口聚集，每年端午龙舟都会超过2000人齐聚八斗子渔港，风险高了些，所以市府为了民众安全，所以取消了大型活动。目前疫情趋缓，教育处就规划了小规模的龙舟版体验活动，让学校自由组队参加，也开放民众现场体验哦，让没有端午龙舟赛的端午节也有应景的水域活动让市民来体验。看完这礼拜的有问必答之后，要紧接着进入我们主题。首先呢，要先带大家来看一段 VCR， 就是结合了生命教育还有海洋教育的海上独木舟体验活动，很好玩哦，一块来看看。让孩子自由报名参加，明德国中首度与海洋大学合作举办生命探索体验活动。许多国中学子都是第一次挑战独自出航，抓住划独木舟的要诀，鼓起勇气向海挑战。第一次体验，觉得原本觉得很好奇啊，然后就是想说下去要怎么办，会不会马上掉到水里面？结果发现其实那个独木舟还蛮稳的。就第一次体验到划船，那就是这是一个团队活动，就是一定要大家都一起努力才会船才会前进，然后就觉得很新奇很好玩。而这一场活动也结合了生命与海洋教育，期待透过不同形式的学习，开启孩子的视野，也能亲近海洋。这次生命体验的活动呢，我们是举办的是独木舟的体验，然后这次呢，我们是跟海大来合作，因为我们感受到说我们基隆地区呢是一个靠海的一个城市，那么有关于海洋的体验方面呢，其实孩子的接触都太少了，所以在这次的过程当中跟海大能够有这样的合作，我们非常的开心，是一个生命教育跟海洋教育的一个结合。首度独木舟体验，学子都说新鲜好玩，期待下次还有机会能体验不同的海上运动。
海上运动真的很好玩。刚才看到的是独木舟体验，其实近年来基隆市推了很多，包括了 SUP， 然后甚至还有浮潜。那我们要请我们的处长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今年教育处在暑期水域安全的政策规划有哪些？是的，我想我们基隆是一个海洋城市，所以玩水玩海非常好玩，但是在好玩之前，我们首先要注意的就是水域安全。所以我们基隆市政府呢对水域安全的重视呢，非常的就是非常的重视，所以每年都会有秘书长以上的层级来主持一个跨局处的会议，共同来研商如何加强水域的安全。那所以我们今年市政府呢也会组成一个联巡小组，包括会保护我们安全的消防局、那校外会。还有我们教育处以及各水域的一个主管机关共同来组成这样子的联巡小组。我们会联巡的地方呢，我们就 survey 了整个基隆市大家常去，但是又有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的几个地方哈。这边跟观众朋友来报告一下。第一个是外木山这个奥底沙滩，然后顺着过来的是外木山的沿岸以及和平岛公园。海大的这个除木池，也就是小艇码头、大坪海岸跟潮境公园的潮间带、长潭里的垃圾场、防波堤，以及中正区这个海岸线秘境，另外还有有瑞溪的流域跟石公潭水域等等的，这些它都是户外的天然美景的地方。但是如果救生设备不足，没有适当的救生人员的话，在这边呼吁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相关的安全。除了这些室外的美景之外呢，我们另外一个地方推荐的是我们包括室内游泳池以及有安全有教练带领的这个水上体验活动，这样子我们的民众不管是我们的学生或者市民朋友都可以玩得健康，玩得有趣，但是玩得非常安全。所以我们有在今年暑假呢，我们教育处是做好做满，从暑假的第一天到最后一天，我们都排了一系列的好玩有趣的水域安全，那全部都会在我们基隆市运动爱台湾的脸书上有相关的讯息，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脸书。好，记得要关注。刚才讲到一个，就是好玩之外，一定要很安全，所以要带大家来看我们的海大学生，他们真的很厉害。他们就是第一届的这个帆船赛，防疫之后呢，就是疫情趋缓之后解封之后，他们就进行了绕基隆屿来比赛，他们安全措施也做得不错。一块来看这段 VCR。张开风帆，乘风破浪，选手抓紧细绳，前往基隆屿加紧练习。帆船选手清一色都是海大学生。帆船运动不分男女，讲究的是团队合作。像我本来就是还蛮内向，但是因为接触帆船，因为在船上可能需要团队合作，要沟通啊，所以就是才变得比较敢讲话，比较敢表达的。国际帆船赛事台流杯帆船赛今年迈入第19年，因为疫情被迫取消，但随着疫情趋缓，国内防疫将在6月7号大解封，民众展开新生活。海洋大学第一届的帆船赛也将在当天登场，邀请国内帆船好手前往基隆屿较劲。因为解禁了嘛，大家都闷很久了，希望可以到海上啊玩一玩，走那个比赛这样子。所以这阵子其实会发现，在海上就是出船的人很多，因为大家都不能出国，所以船主都一直拼命的在出船。海大帆船队目前有30名队员，都是海大学生组成。因为经费有限，只有4艘帆船，部分帆布出现了破损，修补之后继续克难使用。日前还发生训练船船底破洞漏水，整艘船下沉。在经费有限下，海大希望继续培育国内帆船人才，让北台湾成为帆船的重要基地。像这种帆破了，我们还是尽可能的用帆贴把它补起来，或者是用针线缝。但如果真的太严重了，还是没办法使用。北部来说，现在就是以基地来说，当然就是以海大来讲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就是这个教育训练的一个基地。对，那我们其实除了就是说我们除了训练我们自己海大的学生之外，其实我们一直都有在做推广，透过帆船赛让更多人看到基隆屿之美，也响应政府的防疫新生活，鼓励大家多出外走走，运动强身。可以看到啊，就是要运动强身，当然安全是要非常重要。我们要请我们的局长来跟我们分享了。其实民众从事水上运动前，有一件事要一定要做到，就是如何自救还有防溺。
我觉得还是学会游泳是最重要。学会游泳，真的。如果学会游泳的话，那应该你在参与这些水上活动会觉得比较安全，那当然也比较有信心。那我的游泳技巧是在我们基隆的九孔池那边学会的哦，那一个礼拜时间就学会了。那当然这个是有很多的同仁在协助我，那找一些教练啊。那我们在暑假之上参加这个水域活动哈，不管怎么样，你会不会游泳或是你不会游泳，哦，你一定要注意一下那个预防的一个溺水一个情况发生。我想第一个就是你要先评估天气状况，哦，这个是最重要。那比如说下雨会有雷阵雨，那个不要去玩水上活动，哦。那第二个，比如说那个台风，哦，我们过去有碰过哈，台风时候那个还跑去冲浪，在我们基隆哈冲浪。那宜兰那个乌石港那边也很多冲浪的哈，就台风的时候，像我们基隆在台风的时候，我们划定那个警戒区域哦，警戒区域的话，就是你不能在那个水域那边海岸线那边哦去做冲刺水域的活动。那过去我们也有发生过那个大学生在我们划定警戒区以后，他还跑去冲浪，哦，这个就非常危险啊，所以我们就后来给他劝导哦，开那个劝导摊，但是他还是硬是不理。哦，后来我们再开一个处分书，哦，就开那个罚单，哦，那这个是第一个啊，我们要评估我们的天气状况。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从事这个水域活动，我们要穿戴救生衣，啊，穿戴救生衣。那有救生衣的话呢，那万一碰到状况的时候呢，我们比较能够自救，那也可以救人啊。哦，那个第二个，好，比如说像我们去参加祭吊的活动，哦，你就知道说你要穿救生衣啦，你要穿黄花鞋啦。哦，要戴一些头盔哦，那这个是参加基钓，就不然那个鱼太重被它拉下去了。那基钓活动我们去参与救援的都有碰过啊，那个他们穿那个对掉下去哈，那我们这个去救当然是比较危险，因为有的时间长，我们到现场以后有发现有的他已经被海浪冲走。哦，或是那个没有办法游回来的，哦，这个都有发生。那第三个就刚那个处长有提到，就是说我们要选择那个水域那边有执勤的那个救生人员，哦，这个是最安全的。哦，那个第四个我们就有一些水域的现场，它会有警示牌或告示牌。哦，我这个板子上面有一些。是。哦，那警示牌和告示牌，比如说他讲说水深危险。哦，那你就知道这个地方你要下水的时候你要注意一下哦，它水比较深，哦，或者是它有一些警告标示哦，那禁止游泳，哦，禁止游泳哦，它严格的就表明说这个地方是禁止游泳，那你就不要下去游泳，哦，这个我们警告标示我们要看一下。那一般来讲会在危险的水域啊，危险的水域都会有这些标示，哦，那最后一个就是说我们如果发生事故的时候呢，我们就大声呼救，就是这样哦。是，所以就是要提醒大家，安全真的最重要，所以一定要把自己保护好。然后真的没力气了，一定要大声呼救，这是很重要。然后我们要带大家来看一段影片哦，就是有一个男子，他真的非常的勇猛，他穿的那个裤子，然后跟蛙鞋，他就觉得哇，基隆鱼好近，他就这样子游过去。我们来看这一段 VCR。OK 哦。啊，你怎么从和平岛有办法游到基隆屿？站在渔船上，身材精壮男子几个小时前做出惊人之举，从和平岛游到基隆屿，但因为体力透支，差一点回不来。我们安检人员在基隆屿的时候，停机坪的时候有发现一名男子体力不支，后来我们将他救起来的时候，有发现他的脚有稍微一些皮肉伤。啊，我们因为有受伤嘛，所以我们这边因为人道，所以有将他救起来。这名住在基隆的30岁陈姓男子，上周五前往和平岛岸边游泳，因为感觉海外的基隆屿似乎不远，于是突然鼓起勇气，只穿着一条海滩裤，带上蛙鞋就出发。中间有一段的流很强，然后浪也很大，对，那一段的话就是一直会把我往别的地方带，一直看起来很近，但是游不到这样。就花了一点时间，所以你觉得还是有危险性吗？肯定，而且如果有船经过的话，那可能会比较，他不一定看得到你。
没想到中途遇到了暗流，从早上十点半出发，一直到下午一点半，游了快四个小时，因为体力透支，被岸巡员发现双脚有擦伤，没有生命危险。原本就想说顺利的话就是来回，然后打游玩的。结果呢？结果就是到那边，然后因为我们那边海巡署的同仁都非常的好，他想说我这边有一点点伤，帮我包扎，帮我擦个药，休息一下。对，我要感谢那个基隆屿的那个安检所。原来男子常年在国外从事运动商品生意，平常就有在锻炼身体。原本只是一时兴起，鼓起勇气尝试，没想到基隆屿还真的不远。而安检站也提醒民众，没有事前的完整规划，最好别贸然尝试，否则一不小心可能酿成悲剧。我觉得这名男子真的太厉害，居然可以这样一直游一直游，然后四个小时也没有任何的浮板什么，他运气真的很好。我们要请陈教授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其实那一段是很危险的。对啊，他算运气真的不错，在那一段的海域上面，他有一个很著名，因为是基隆屿跟和平岛之间有一个叫做基隆海坎，就是类似三级的概念，海底三级的概念。那这个海坎它会干扰到潮汐跟流水，所以它的那一天下去的时间点刚好是退潮的状况，那个潮水是往基隆屿带的，所以它刚好顺势带到基隆还三个小时而已。如果说今天潮水是再往外带一点的话，就可能会过到望海巷，过到象鼻岩去，那这样再出去到外海，那就这样的结果就堪，就是不是像今天这样的新闻报道这么样的一个圆满的结果哈。这个我想，所以安全还是很重要。你看它的这个不能一时兴起就下去，没有一些安全的装备，没有救生的装备，相对的是比较危险的。是，这个是我们要。对，说到刚才那个流，我要带大家来看一个离岸流，因为最近大家都在报道，或你看那个海面啊，有的地方波涛汹涌，有的却很平稳，但是其实里面是内藏玄机的。我们一个来看这一段影片。从这一个影片中可以明确的看到，两旁的海浪冲向浅滩后，海水快速的聚集并快速往外海流出，形成中间一段绿色的缺口，好像一条路直接通到外海的波浪，这就是离岸流。从这一张海边空拍照可以更明显看出，有三个地方的离岸流。从这张海边图片中可以明显看出 A、C、D 区域的海浪冲向浅滩后在 B 聚集并快速地往外海流，所以 B 就是发生离岸流的区域。从这张空拍图一样可以发现，在沙滩的四周可以看到海浪冲向沙滩后的白色浪花，唯独箭头处形成一个水流往外海流，这就是离岸流。看似平静的海面却隐藏着致命危机，那就是离岸流。离岸流是因地形、潮水与破碎浪形成往海里移动的强劲水流，会将人快速带离岸边，此时切勿对抗水流游回岸边，以免耗尽体力。大潮或退潮时，海面上破碎浪多，离岸流正强，切勿下水。带离岸边时该如何保命？一，千万勿慌张，也千万不要拼命地游回岸边。二，先与海岸线平行游开离岸流，游开后再游回岸边。三，无法逃离时请向下滑水或踏水，保持头部浮出水面。四，需要救助时或等待救援时请大声呼救或招手求救。不知道大家记起来没有，其实在海边玩最重要的就是要自身安全，但是如果真的不幸真的没有体力又被潮水给带出去的话，在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前，旁边人应该要怎么样来协助呢？我们要请局长来跟我们分享。
那个，我想那个我们参与这个水上的活动哈，就是说如果有碰到状况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就是保持自救了。嗯。好，比如说你在游泳的时候，万一你暖身动作没有做好的话，产生那个水底下产生抽筋，哦，这很多状况哈。那我想学游泳第一个都会先学如何自救。哦，自救很重要啊。那第二个就是说，如果我们在海域里面或是一些水域，如果碰到哦有人溺水，那我们要怎么去帮忙啊？怎么去协助呢？那我想这个板子里面有我们有提供这个资料哈，就是说叫声抛滑是哦，它那个口诀哈，叫声抛滑。那第一个叫就是要大声呼救。哦，大声呼救哦，旁人可以大声呼救。那第二个呢，就是叫呢，可以帮，哦，帮他打119，哦，叫119哈。那第二个就是伸，哦，伸的话就是，比如说我们在旁边，哦，我们可以如果有拿到那个，比如说比较长型的一个，哦，那个条状的竹竿啊，或者其他条状物的，哈，我们可以伸，哦，伸到那个给那个我们那个溺水人员使用哈。那第四个就抛的话，就是我们可以有如果有比如说有浮球啊，其他什么东西哈，塑胶桶等等，我们都可以把它抛出去，哦，抛到他那个身边，哦，包括那个你刚好你在手边有那个比如说救生那个浮板啊等等救生圈啊都可以抛给他。哦，那最后一个就是滑啊，叫声抛滑。滑的话就是我们如果有那个一些大型的滑具呢，哦，我们就可以滑到他那个身边，然后把他救起来。啊，这个叫声抛滑，我们可以把它记起来。所以记住叫声抛滑，忘记没有关系，反正就想办法把他救上来就对，还记得打119了。好，那另外刚刚说到这个水上运动安全顾好之后，那还有很多像多元的运动要跟大家来分享，要带大家来看一段影片，就是基隆市的运动爱台湾计划是由基隆市政府、海洋大学还有和平岛公园业者来携手合作，他们呢在去年的暑假推出了安心戏水三部曲，以活力、清水、潮海游三大主轴，打造了海洋狂想嘉年华。一块看这段 VCR。蓝天、大海、独木舟 SUP 版在和平岛公园登场，推展海洋教育、海洋运动。海洋大学、基隆市政府与和平岛业者合作，让亲子及外国朋友一起来体验基隆海域的魅力。我刚玩那个 SUP 跟那个独木舟，然后很好玩，然后没有想到就是海上活动可以那么亲密。这个活动很好，然后在基隆就是有这么棒的海域，然后可以从事这样的活动运动，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就是很为基隆人觉得很开心。Hello, I'm from the USA, and it's a beautiful day at Helping Island, and everybody can come play in the water and enjoy the summer vacation. Hi, I'm from England, and I really like paddleboarding, so I'm glad to be doing it today. 我从布吉纳法索来的，我是海洋大学的学生，今天来帮大家做那个办那个活动，很高兴。想要乘风破浪，一定要来试试入门款的独木舟与 SUP 版水上运动。而想要体验，一定要先来段体适能检测。首度三单位合作，结合了海洋教育，让民众体验在安全海域的海上运动。那我们这一次呢，国立台湾海洋大学哦，特别跟这个和平岛公园以及红叶国际委外厂商做一个实质性的合作，希望透过这个环境教育跟海洋运动教育，把它串联起来，然后让这个和平岛公园的这一个活动能够多样性，能够呢打开这样的一个所谓的限制性，然后我想这个区块大家都认为说，在这个海泳池里面哦从事活动哦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但是事实上呢，如果能够在外面的延伸到外面的开放式水域的时候，它更有它的可看性，因为在国际上面呢，全世界各国的海岸线它都是开放的，可以随便随时可以让民众自由进出的。那因为我们这边有高系数的这个安全的救生员在这边，有开放式水安全，所以安全不是一个问题。那最主要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环境教育跟运动啊，比如说独木舟或者是啊 SUP 板作为一个载具，然后让我们更加了解整个的基隆特有的海岸的地形、沉降地形跟这个海蚀的地形，啊，这样子的效益才会提升。讲到暑假就是要提倡我们的安全戏水，那基隆市政府为了提倡安全戏水，那所以规划了系列活动，希望学生以及民众、家长都到我们安全水域来戏水。那现场都有配备合格的救生员及教练哦，所以除了可以体验不同的水域活动之外，也可以享受安心戏水的乐趣。那我们的游泳池呢，现在配有非常
标准的那个开放式水域的救生员，在每个池子，每个池子按照它的比例，然后配置合格的救生员。那我们的泳池里面呢，现在水质是非常干净，然后有生态非常丰富。希望呢，能把我们这里这么好的、这么让人家可以亲海的一个环境，可以寓教于乐，让更多的好朋友来和平岛公园呢，不只是说走马看花而已，而可以更亲近海，更了解一下我们这些海洋的一些魅力。鼓励民众一起来体验海上运动，选择安全海域，感受大海就在身旁的魅力。短短一天就吸引了超过500位民众报名参与，全新的知识与运动体验，让人在夏季留下难忘的回忆。这个真的很好玩，因为可以看到刚刚不止独木舟，然后还有 SUP 板，其实还有很多很适合在基隆玩的水上运动。我们要赶快请教授来跟我们分享了。好，好，这个现在目前由于这个休闲运动的兴起，所以相关的辅具载具就越来越精进。那基本上我们所有的水上休闲游器，我们基本上把它分为水面上的、跟水下的、跟低空飞行的。那这些部分我们又再把它区分为所谓的动力载具跟非动力载具。那这些动力载具里面又包含，比如说我们所知道的游艇啦、水上摩托车啦、拖曳伞啦，还有这个橡皮艇之类的。那非动力载具的部分，就是我们刚在影片当中看到的，像独木舟啦、SUP 啦，然后站立式划桨啦、浮潜啦、自潜啦，还有水肺潜水等等。那站在运动的推展的立场，我们当然比较鼓励的是所谓的非动力载具，因为你身体力行嘛，那也不会造成一些污染跟环保，也比较环保这样的一个情形。那在这个部分里面，当你不管你是从事动力载具或非动力载具，我们还是希望。除了刚刚局长有提到的，就是说在你的基本能力要有游泳的能力之外，在选择器械跟参与活动的时候，你也要分一些阶段。比方说你是入门者、初学者，你可能对这个器械或是对这个活动不太了解，你可以先在游泳池里面比较平静的水域里面去进行这样的一个训练，不管是动作的训练啊、技能的训练啊，或者是落水的救援的能力的提升，可以这样做。那如果你比较中阶的话，我们可能就可以到比方说内陆的河道啦，或者是像我们国立台湾海洋大学的储木池小艇码头，它是属于一个半开放式的海域，那有防波堤围着，所以相对是比较安全。那当你的技术都比较成熟的时候，你就可以到这个所谓的开放式水域。但是在开放式的水域里面，我们还是希望你能够呢，在依照水域游戏开放管理办法观光条例36条所衍生出来的这个部分，是法规所合法的这一个海域来去进行，相对也会比较安全。因为法规合法的话呢，这个消防局这个部分也会提供相关的这个救援。以上这个就是所谓的水域游戏的这个分类。是，水域游戏真的很好玩，大家有机会一定要体验。那但是如果到刚刚说到开放式水域，我觉得最好还是要带浮板或者是穿那个救生衣下去，这样真的是比较安全的。好，那刚才说到的水域活动之外，我们要请处长来跟我们分享了。基隆市运动爱台湾的计划其实也提供了非常多民众运动休憩的机会，推广成效如何呢？请处长来跟我们分享了。谢谢主持人。我们基隆市运动爱台湾的执行成效非常的良好。运动爱台湾这个计划本身是体育署它补助给各县市最大型最重要的一个综合型的运动推广计划。那我们基隆市呢，连续2年获得特优的肯定，这表示基隆市它在运动上面的推动呢，获得中央的非常大的一个荣誉。那运动爱台湾的部分呢，我们这几年每年都是获得上千万的补助，以这三年来说，已经累计超过了3600万的补助。那今年呢，我们也是乘胜追击哈，除了刚刚讲的水域的安全，以及水域活动以外呢，我们也规划很多陆上的好玩有趣的活动。今年的主轴有3个部分哈，第一个是科技，第二个部分呢是直播，第三个部分是健走。科技的部分呢，我们也谢谢海洋大学曹教授这边哈，我提供非常多科技化的一些器材来协助民众免费的做体适能的检测。这些是老少咸宜哦，很多阿公阿嬷也都非常喜欢来做在社区当中做这样的检测。如果现在刚好因为疫情趋缓，所以我们到各社区去做检测的时候，你会发现哈，不走进去看会以为是夜市，因为人非常的多。那讯息在哪边检测，我们都会到社区
让大家很进变的来做实测，所以可以关注我们运动爱台湾的脸书，就可以知道说时间跟地点来就是很方便的来做检测。第二个部分呢是直播，前一段时间疫情吃紧的时候，我们几乎所有的实体运动活动全部取消，但是非常幸运的，我们基隆市从去年开始呢就大力的做运动直播这件事情，所以市民朋友在家里呢就可以把你的家当做一个小蜗居一样，就在家里就可以做运动。那我们今年也是乘胜追击哈，持续办理这个直播的线上运动，而且还特别调查民众最喜欢的时间是礼拜五晚上的6点到8点，所以这段时间你打开我们基隆市运动爱台湾的脸书，就有Kimiko 老师的团队的老师呢可以带领各位市民朋友一起运动，爱台湾也爱自己的健康。第三个部分呢，基隆市有非常多的好山好水，所以我们也结合体育会在7个区重要的知名的景点呢办理健走，包括情人湖、新山水库、狮丘岭炮台、朝庆公园等等的，所以民众在这个后疫情时代呢，我们可以一边健走，一边赏美景，一边交朋友，我们一起来展开这个防疫新生活。哎，真的好棒哦！就是刚才有结合了科技，就是有一些体适能的检测，然后另外还有直播，在家里就像在健身房一样，可以跟着老师们一起做运动。然后第三个就是真的就走出户外来，大家呼吸新鲜的空气，大家一块来健走。所以可以看到基隆市在运动爱台湾计划推广的成效真的很不错，也获得很大的观赏。那接下来我们要带大家来看一段影片哦，就是基隆市政府教育处结合了体育署还有海洋大学共同办理的这个水域运动的体验推广活动。那在去年的时候，他们推出了独木舟运动孵育基地体验营，主办单位他设计了很多趣味的游戏，然后从游泳池一直到海边都有，一块来看这一段 VCR。想要在海中乘船悠游，划独木舟是入门款，先学基本功，掌握前进、后退及转弯技巧，在游泳池内练习真的是安全又舒适。双人的平台舟，然后让小朋友在施力点以及在水上水下的时候呢，我们会做一些特色的一些的教育，让小朋友呢能够体验在水上及水下的活动里面呢，能够更了解到小朋友能够更亲水，更喜爱水。活动一开放就受到这个家长热烈的这个报名哈，梯次应该都快额满了。那为什么要推这个活动？是因为除了鼓励小朋友哈到这个安全的水域戏水之外，也希望透过这个特色的水域活动，让学生去体验，现在时下最夯的就是 SUP 站立划桨以及这个独木舟的活动。那未来在水域课程、游泳课程的规划，那我们基隆市政府也会教育处这边也会将这个课程，研议把这个独木舟体验放入课程当中。不只选定七堵国小为孵育基地，还有海大小艇码头。基隆市教育处和海洋大学合作，连续多年在小艇码头推出水域活动体验营，要让基隆的孩子都能够认识海上运动的安全及重要性。那我们在这个地方推展这个独木舟跟 SUP 的体验也将近迈入第5年。学校的重视之外，学校拨了很多的经费来建置了这个独木舟的船只啦，还有大型龙舟板，还有一些其他的设备器材。那我们就开始去做这一些部分。那这个部分呢，我们想的不是只让这个民众来玩而已，我们希望它有一些教育的性质、教育的意涵、海洋安全、环境教育，然后海洋运动技能等等的综合型的一个学习。尽管中央经费今年没有补助，但是基隆市政府一样支持水域运动体验不能中断。参加营队不只增强学生基础防溺自救能力，更能体验独木舟、轻艇运动，让亲子有个有趣、平安又难忘的暑假。水上运动真的很好玩。我记得我之前去采访曾经海大，不知道很多年前，你知道吗？他们海大学生真的很可爱，他们就是水上漂，看谁在水上跑最远。你知道那超好笑的，只要一跑，大家就笑翻天，因为他们就是把那个浮，那个是垫子吧，垫子铺
铺在那个游泳池上面，然后两队就开始竞赛，那真的超好玩，印象很深刻。然后最近我在网络上也有看到，他们就是浮毯直接铺在那个海面上，然后在海上打拳击，那个也蛮好笑，蛮好玩。所以其实水上运动多元，而且种类很广。我们要请我们的教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其实历年来推了真的很多水上运动的活动。对，因为刚刚提到这个器械的一个进步，那当然其实在我们在这个基隆这个地区啊，是一个海洋的城市啊。那海洋的城市当然是海洋运动是最有特色的。那这个特色里面，当我们这几年来其实最主要呢是教育部体育署，它这几年来都针对包含像运动爱台湾或是各级学校的这个游泳教学或是区域水域推展的计划，都有相当的经费拨补到县市去。那过去很多的县市他们接到这些经费之后，他们就委出去了给其他地方，没有做一个统筹性的运作。而我们觉得我们基隆市很不错，就在教育处整个整体来去规划，去盘点我们比方说坊间，比如说我们海洋大学或是委外的厂商游泳池，它有哪些设备，有哪些资源，有哪些人力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推展。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在课程的设计上面就会变得多元化。那包含刚刚我们看到这个，像在富裕基地里面，我们就让小朋友就是体验，虽然他在里面撞来撞去啊，但是他很开心，但是他知道什么叫做独木舟。那我们呢也因为课程的多元，那我们慢慢的增加很多的器材，包含刚刚我们看到在和平岛不同区域，我们跟业者合作，跟教育处跟业者合作，在和平岛公园办理的这样的一个全民的体验，那甚至在我们的小艇码头办理的这个独木舟的体验。那你也看到我们不是只有独木舟而已，我们还有很多的器材，包含大型的龙舟板的体验。那接着我们又有一些跳床，那还有今年又特别增加了溜滑梯，那其实就是让民众跟学童跟孩童呢有不同的体验的感受，他透过不同的器械、不同的辅具，然后增加他在这个水域上面的玩乐。你从他，我们都会知道划船很辛苦啊，你一直教他划，他会觉得很累，半个小时他就失去了兴趣啊。可是你很多元的东西在里面的时候，他就像一个海上乐园。那我们只要把安全顾好，其实让他在那边很开心的去享受这个活动。那我想这也是教育处在多年来一直推展下来的时候所呈现出来的一个多元。我想相较整个台湾的其他县市来讲，我们看我们虽然我们地处于台湾头，我们在这个水域运动教育的这个区块也是在领航的一个角色。是，基隆市政府在海上教育水上运动的部分其实大力推广。那这样子水上运动推广以来，在基隆最著名的其实就是我们的外木山长泳了。要带大家来看基隆市长林佑昌在107年的时候就带头游，尽管最后还是受到海流的影响，只能游几百公尺就返回，不过光是这一段的海底生态就让他非常的惊艳哦。一块来看这一段 VCR。 加油啊，穿上潜水衣，戴起蛙镜，基隆市长林佑昌在众人欢呼声中顺利下水。这是林佑昌首度参加基隆外木山海上长泳活动，行前跟着大家做热身操的他说，并没有特别准备，因为对自己的体能有信心。因为其实我过去其实也蛮常运动的啦，然后因为我自己也有参与潜水的一个活动，那所以我想我们就放轻松，3200公尺应该还好了。果然林佑昌一下水就迅速往前游去，而外木山沿岸海底的丰富生态让林佑昌大为惊艳。第一次游的感觉其实还蛮舒服，虽然浪比较大一点，不过还蛮顺利的。那海底的景观真的是也蛮漂亮，我有看到大概有100只以上的那个河豚整群的，然后很多的那个雀雕成千上万，然后最特别的是我有看到一只小管，然后抓着一只鱼在吃，所以其实是还蛮有趣的，然后海底的风景其实是还蛮漂亮的，那真的是外木山的一个景色，真的值得大家一起来走走看看，这个值得大家一起来参与，绝对值回票价。因为海流影响，林佑昌也跟其他数百位参赛选手一样，只游了几百公尺就折返，感觉意犹未尽的他表示将继续参加，希望有机会完成挑战外木山长泳的目标。外木山长泳真的有机会要去体验一次哦！我记得每次去采访啊，就是最后我都只站在终点看大家游上来，就是觉得哇，很有成就感的样子，所以有机会一定要体验。那刚才说到这一场，真的是要注意安全，因为又跟我们的海的浪跟它的里面的那个洋流有关。我们要请我们的局长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一次的经验，很深刻吧？
这个影片应该是大概两年前吧。两年前，107年。那时候市长有带队啊，就是去参与这个我们4000公尺长泳这个活动。那我们其实我们基隆市政府啊，我们教育处在办这个4000公尺长泳，其实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的哈，在国内非常的知名。所以每年参与这个活动的人报名人数非常多，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因为是它是 open water 它开放的水域，所以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你们在游的时候呢，真的是要特别注意安全。那我们有一个在整个安全警戒上面，我们大概活动当天我们都是所有的船艇都出动了，大概上100名的我们消防跟义消同仁，然后我们的船艇大概有出动将近20几艘，大概100公尺就一艘，100公尺一艘，就我们在盯所有下水的，那大概3000多人，他每一个人的一个动作，那我们岸边有警戒，我们水域那边就船顶上面我们也有警戒，那岸边呢我们是有用那个叫望远镜，都观察任何一个整个我们泳客呢，他们有没有发生任何一个状况啊？因为我们这个盯得非常紧，那所以我们的所以说在整个活动当中，我们可以说是精神紧绷，那包括预演，包括正式的一个整个活动的一个警戒。那其实他们在下水之前，其实活动的主办单位其实对这个都很注意，就是说他们的装备一定要很齐全，包括你的水母衣，还有。包括你的鱼雷浮标，你没有带鱼雷浮标是不能下水的，这个我们是规定非常严格，所以那这个在报名的时候，我们就要把一些的规则要先跟他们讲清楚，那这个前年活动应该我记得很清楚，因为在离开始下水那个地方大概是大岛那边，大概100-200公尺，那个地方刚好有洋流，海流，所以那个怎么游都游不出去。那我记得当天在，因为我们规定在到最后就是上岸的那个地方，大概是早上11点的时候，那11点我们希望大家能够上岸，但是因为太多人游不出去，所以我们在大岛那边呢，我们的船艇包括海巡署的船艇，我们捞了非常多人上岸，捞了非常多人上船，那把他们就带回来。那我想这个活动是非常有意义，但是我们还是一样要注意的这个安全。注意安全真的很重要。那刚才曹教授也跟我们分享，其实岸边的流都很，有时候你看似乎平静，但是其实下面是熊涛，非常的汹涌，所以还不知道到自己的安全到底在哪里，所以还是一样刚刚说好的，就是标准配备一定要安全了才能下水。身体的状况。对，还有身体的状况。如果前一个晚上，如果说比如说你没有睡好，是工作太累，是熬夜，这个当天的话最好就不要下水，不要强迫自己。对，所以像参加这一种长泳活动，就一定要先睡饱，一定要睡饱，对，然后身体健康状况是自己觉得很 OK 的。那可以看到，其实基隆成为海洋城市，那学游泳这件事真的很重要，所以基隆市政府在教育处各级学校长期以来海洋教育这个游泳这一区块是很重要。我们要请处长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各级学校是如何推动我们的游泳课程。是的，游泳的确是我们成为海洋教育一个中小学必定要会的一个技能，所以我们从106年开始，我们就校校普推游泳课程。到目前为止，我们每年至少都每个学生都会接受10堂课以上的游泳课程。那课程内容包括刚一直在强调的安全，就是防溺自救的能力以外呢，也包括游泳教学。实施到目前为止呢，就是学生们学习的状况也都相当的良好，所以我们想要持续再往前推进。在新一波的我们拟定的体育3年计划里面呢，我们预计要国小要毕业前能够游玩25公尺，国中跟高中的学生呢游玩50公尺，来作为他们毕业前的一个努力的目标，让学生能够就是拥有基本的游泳能力，那对于水域的安全能够具有一定的一些就是基本的技能。那我这边也要跟大家再分享一下，现在因为暑假快到了，已经没有上游泳课了，那这段时间怎么办呢？别急别慌，我们基隆市呢已经有在相关的一些就是在我们运动爱台湾里面呢有拟定的一个区域的
区域的水域的体验活动。那最近一场呢，就是我们端午节这一天会在6月25号的时候呢，办理龙舟板的水域体验跟幼儿竞赛。这个我们龙舟板体验呢，我们是直接到我们海洋大学的小艇码头那边现场观看、现场报名，直接就可以上去体验，让民众可以在一个安全，然后有教练指导的前提之下呢，来做一个非常多元的体验。再过来，从7月11号到15号呢，我们有运动爱台湾夏季欢乐的亲子同舟游这样子一个体验活动，同样是在海洋大学的小艇码头。另外，整个7月跟8月呢，我们会办理浮潜的体验营跟海洋独木舟以及站立式滑板的体验营，这个也是会在海洋大学的小艇码头以及和平岛的水域来做一个安全前提下面的一个非常有趣好玩的一些体验。那这些呢，就是透过跟我们承办学校八斗高中以及建德国中来报名就可以了。相关的这些讯息呢，我们也都会在我们的基隆市运动爱台湾的脸书上面来做一个公布。各位观众朋友可以上我们的脸书来做一个关注。那我最后想要再补充一点呢，我们非常重要的是，我们现在的运动场域呢，除了刚刚讲的这些在海上的运动以外呢，我们也有室内的游泳池，我们包括定内国小、暖溪国小、七堵国小、建德国中跟安乐国小，通通都会在暑假期间持续开放他们的室内游泳池，让不管是学生或市民朋友都可以去入场去做游泳。那这些游泳池呢，也都会提供的优惠方案。他们这个门票呢，基本上就是40块啊，少部分50块，几乎就是他们现在的4折到5折左右。那今年还在加嘛？以前这个优惠只针对学生，今年是包括一般的市民朋友也可以享有这样子的优惠来进场。那除了一般民众散客进场游泳之外呢，他们也会有一些小班的，或者是个别班的，或者是幼幼班等等的一些就是专案性的暑期活动的课程，大家可以直接洽询这些相关的游泳池来做询问。哎，这看起来真的好划算哦，40元，然后你可以游一整个周上，真的还不错。哎，我记得有的游泳池就是室内游泳池，还有一些可爱的设施，譬如说像小小的溜滑梯什么的，我觉得小朋友玩起来就会很开心。那清凉一下，对，真的是要清凉一下。那刚才说到那个游泳嘛，游泳这件事，我就想到之前曾经采访过我们基隆有2间国小，就是中华国小还有那个和平国小，而且我记得他们的毕业典礼，他们必须要先游完，我忘记是几公尺，然后就可以拿到毕业证书，要毕业证书印在那个浮板上，很有成就感，所以我觉得真的很好玩。所以海上运动真的有很多种，我们要请曹教授再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有没有有趣的水上运动来跟大家分享。所以好，刚刚我们处长介绍了很多哈，教育处推了很多方案，等于教育处买单，那我们海大出力，那我们学童呢跟家长就出人啊，这样我们就把它完成。那我们特别要讲的一个就是说，其实现在行政院向海致敬的政策是明确的，所以各个单位都在针对海洋的政策来去做一些规范，或是做一些活动推导。那我们基隆市政府啊超前部署，我们现在已经正在做这件事。我们现在在接受访问的同时啊，我们现在基隆市教育处就在做这个校校体验独木舟的活动啊，今年是试办，未来在3年期的这个政策里面也会去完成。那这个校校体验独木舟，就刚刚主持人刚所提到的中华国小跟和平国小一样，我们希望他在毕业的时候他能够完成独木舟，那也就建构他在这个基隆的运动城市的记忆这个部分。那另外一个我们提到这一个哦，防疫生活也特别啊，如果看到这个节目的家长哈，麻烦赶快跟你的学校、你的小朋友，如果是国中生或是国小生，我们下个礼拜6月25号会办一个龙舟板竞速趣味的哦，可以请学校单位要帮你报名，只要10个人就可以报名了。然后下板的呢是8位选手，那我们会有专业的
助教在后面控板，所以相对是很安全的，所以现阶段赶快可以来。那另外其他的包含在这个独木舟的体验的部分，可以洽询建德国中，他们在做这样的一个报名作业。那浮潜的部分可以洽询八斗高中，这个部分。那其他的呢，可以洽询我们海洋大学的潜能无限探索海洋的这一个粉丝专业进行报名作业。那最后要提到的就是说，其实我们做很多不是只有在玩乐，其实它应该还要有一个很丰富的一个教育的内涵。在海洋运动的过程中，它有安全教育，它有环境教育，那它还有知识的教育。那当然呢，我们现在在谈到的就是说保育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也针对这个部分，我们也跟基隆市政府也跟海保署做一个合作，在做一个近海的活动，叫做深潜海飞斗士。那相关的场次在这边，这相关的场次在这边，那你也可以到这个粉丝专页去报名。那我想维护海洋、爱护海洋，跟透过海洋运动教育来去启发民众对于爱海、近海、亲海，我想这是教育处很重要在推，也是我们共同携手去做的一件事情。是，我觉得刚才最后一个深海海底斗士，我觉得真的很棒，就是潜到海底面去捡垃圾。对对对对对。所以也在和平岛公园。对，在和平岛公园。和平岛公园。对 对, 對。所以还不错的，就是有志之士号召一下，大家一块来亲我们的海底。好，那刚才说到校就是每个毕业生都要有体验的我们的独木舟活动嘛，今年我们就要带大家来看这一段 VCR， 是我们的处长带头带大家来一起体验，一块来看看。今天在创造历史，一起缔造基隆人共同的城市记忆，让我们一起来划独木舟吧！耶、yeah! yeah! ！真的真的很好玩，刚刚可以看到连游泳不溜滑梯都出动了，所以大型的溜滑梯到时候这一次的端午节也会架在那里吗？是，也会架在那里，所以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而且都是免费的，对不对？是免费的哦，那真的很好。25号免费啊，25号免费而已，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25号。好，那我们刚刚说的玩水要玩得开心，安全真的很重要，我们要请局长来帮大家说一下，就是水域安全的范围还可以着重在哪些方面。是的，我想玩水跟登山一样，我们有面山的教育，那同时我们也有面海的教育，其实这个两个教育，因为我们在我们台湾山跟海，尤其在我们基隆山跟海都特别漂亮，所以就像我们去爬山也要评估自己的一个能量，自己的能力，那当然我们也比较忌讳说一个人去爬山，这个爬山，那同样我们玩这个水域活动呢，也是比较忌讳说一个人去单独去行动，所以我想不管是我们参与这些水域活动，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先做自我能力的一个评估，那你的游泳能力怎么样，那其次就是说第二个就是说你要做一个风险的评估，风险的评估很重要，就像那个水域的环境、水流的环境、海域的环境，它那个比如说水流它会不会很急，或者是那个水域的它的深跟浅，周边的环境，那这个都我们在下水之前一定要先做一个评估。那另外第二个就是说呢，也如果我们是带小朋友到那个水域的环境里面，千万不要让小朋友单独行动。我们有看到那个前几天那个哪一个县市，就是那个小妹妹她单独行动，然后掉下去以后，那爸爸下去救的哈，结果那个妹妹跟妈妈也下去救哈，那妈妈跟这个小妹妹有上来哈，但是那个爸爸就被水流就冲走了，这个是让人觉得非常难过、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这边再补充一下，就是说我们还是面山教育跟面海教育哈，两个都是非常重要，尤其面海。那我们基隆海域这么宽广哈，那流域也很多哈，那我们在参与水上活动的时候，这边提供的就是一个黄溺的实招了哈，黄溺的一个实招。那第一个呢，就是说你戏水的地点你要合法，戏水地点要合法，那要最好要有救生设备，还有那个要有救生人员，那第二个就是说不要跳水，
因为你在陌生的一个水域环境里面，你不晓得那个水底下有没有礁石，有没有石头，万一你跳下去以后呢，有一些很惨的一个情况就会发生，所以这个千万不要跳水。第三个就是湖泊溪流它的落差，湖泊溪流有时候我们看那个湖泊溪流表面上很平静，可是它那个湖泊那个有一些落差，像我们那个外木山海域大武仑澳底那个沙滩，其实前面有一个南沙坝，那个南沙坝过去以后呢，那个突然就整个落差很多，落差很多，所以我们在发现大武仑澳底沙滩那边我们是旧溺是最多的，在我们最近统计十年来，待会如果有时间我讲稍微讲一下，最近十年来旧溺最多的也是大概罹难人数最多，大概就是在大武仑澳底沙滩那边，就是游出去的那一段，对，那游出去那一段，那个它刚好有一个比较高的一个落差，那个地方容易那个溺水哦。那第四个刚刚有提到，就是说不要落单了哦，在水域活动的时候不要落单哦。那同时我们要注意，如果有同伴一起参与活动的话，注意一下同伴他的位置，还有同伴他目前他这个玩水的状况哦，互相照应一下哦。再过来就是下水之前要做个暖身。因为如果说没有做暖身，跟我们一般运动一样，容易在水底下产生抽筋。各位知道在海域活动那个最怕就是脚底抽筋，那小腿抽筋那个真的是很多的危险马上就会附注在你的身上，所以这个都是要特别注意的地方。那过去我们在救溺救援的时候也曾经有发现过，把它捞上来以后呢，就是他穿牛仔裤，穿牛仔裤在玩水，这个也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在秦人湖还有在那个奥迪沙滩那边我们都有碰过，这个千万不要穿牛仔裤来下水。那同时在玩水当然是最好是不要嬉闹了，那有一些嬉闹的话比较有一些危险性了。那同时另外就是说你身体状况如果不佳的话也是不要下水，我们爬山也是一样，爬山你身体状况不好的话呢，啊，山域那个很多的地方潜藏的很多的危险，你自己不知道。那最后一个就是说我们要小心失温，小心失温。那登山也是一样，要小心失温。那我们游泳也是一样，就小心那个失温。那最后就是说我们注意天后的一个状况，打雷，下大雨的话，我们就不要下水。所以我们紧急在线，这个就是基本的防溺的实照，在这个里面有提到。是，可以看到局长真的很用心，然后教育处这边也很用心，因为他们有规划出水域联巡的安全场域，其中在我们的七堵区的石公潭水域，还有友瑞溪流域，其实那里真的也很好玩，而且溪水很冰凉。可是你知道吗？就常常会听到一些意外，就是在那里，然后可能就是我印象中是下面有那个暗流吧，所以孩子会没有办法、没有力气这样游上来，所以要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那刚才说的也很重要，就是不要穿牛仔裤下去，因为牛仔裤一碰水，你就真的很难行动，而且会觉得很吃力，所以穿着也很重要，你穿的衣物很重要。那刚才说到最好就是还是自己的身体状况了，身体力气好的话，当然玩什么都 OK， 但是如果身体状况不好，就还是不要去玩水吧，因为健康还是安全是最重要的。对，那最后30秒，我们要请处长来跟我们分享了，来跟我们呼吁一下，今年水域活动真的很好玩，欢迎大家来报名。是的，我想今年有非常好玩有趣的水域活动，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运动爱台湾的脸书，可以得到更丰富的讯息。是，就是要关注我们的脸书粉丝团运动爱台湾。今天非常谢谢我们三位来宾，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记得玩水要好好玩，也要安全玩，我们下次见哦，拜拜。提醒您，屋外是瓦斯热水器，绝不可装在加装窗户的阳台、厨房等室内空间，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就会产生一氧化碳，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甚至意识不清。想保命，跟我这样做：一、热水器迁移至屋外；二、
二，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三，改用电热水器。诺克奖祝福您，洗澡通风保安康。酒驾罚很大。一，提高酒驾违规罚锾，再犯才累计加重，罚锾无上限，酒驾拒检或拒测罚更大哦。二，呼气酒测值达0.25毫克以上，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三，酒驾再犯，拒检及拒测再犯，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没入该车辆。四，酒驾重新考照，需强制加装酒精锁，找别人代吹也不行，要罚6000至12000元哦。五，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或酒瘾治疗，不得再申请考照。六，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酒驾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我也需要喘口气啊，我快撑不下去。1966，我是个案管理师，是来协助您规划需要的服务项目。你一个人照顾妈妈真的很需要帮助，你偶尔会需要出差，建议您可以使用喘息服务，让张妈妈到日照中心去，每次只需要负担200元就可以了。200元，这样我就不用担心我不在的时候妈妈没有人照顾，这很棒哎，谢谢。吹蜡烛吧，来，好，我你走，小心要小心。明天。协助，从赋能照护服务的协助，以及我的高血压、高血糖，都在营养师的照顾下，都一一得到了帮助。现在，我要跟我的孩子去庆祝喽。这样就好了。对啊。哇，哎。都给你帅就好了。其实啊，现在生活里越来越多使用行动支付平台。那会不会以后我们出门就不用带钱包了？当然啊，现在电子金融及行动支付虽然方便，但还是有它的风险存在的。是哦，像是造假的网址及 APP， 还有网络病毒啊、密码外泄啊，这些啊都有可能造成安全上的疑虑。所以使用行动支付就像交朋友一样，要交心，不能只看表面。啊，爸爸出院后该如何照顾他呢？别担心，回家后的长期照顾我们来帮您安排。长照出院准备服务，评估您家人出院后的照顾需求。出院3天前完成评估，连接长照服务，像是居家服务、居家护理、居家复健、简易生活辅具租借等等，符合资格者回家1周内就可以得到长照服务。长照。